女团 Twins 成员阿娇在今年五月和台湾医生赖宏博举行浪漫婚礼，丢捧花的这一幕让无数 Twins 粉丝直呼感动。亲手将新娘捧花交给十八年的好姐妹阿萨，祝福她也能尽快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侣。才过三个月，捧花就发功了。根据香港一周刊报道，阿萨和男友石恒聪将在明年年底结婚。阿萨的男友石恒聪是香港麻将大王石建辉的儿子，家族产业还有油尖旺物业和多家店铺的收租，外传身家高达千亿，还陪伴阿萨走出杀鸡离婚阴霾，两人感情相当甜蜜。如今终于传出好消息，也让粉丝们相当惊喜。记者唐全报道。